晚上好，贝贝晚上好，海豚晚上好，嘟嘟嘟嘟。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。哭啊！两只，哎，又跑了，真是瞧不起，大便都还没丢，哎。哎，唔他。垃圾，重吹。让我吹完，拜托！有了，那 你是想帮我挡是不是？盗掠刀掠夺刀真的是会让猎人把武器收下来的技能欸，好恐怖哦！很想解啊。瞧不起的回来了，他觉得可能有搞头了。嗯。有好多标的物，好多标的物。要鸟啦！完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哪里？这里啦！欸欸欸你又想乱骗这里啦！我现在超想睡的啊，在那边乱骗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白痴哦、喔，问死！哎、欸，没有啦，看到那个去了啦，看到驯龙去了啦。两个都黑漆麻乌又紫色的，两只长很像的，我觉得很像啊。来来，直接中，直接中。我想啊，他怎么突然回头啦？直接中，直接中，直接中。不行不行，方向不对。对对对对，来的。对，要同时起飞。对，哦，还哎，飞一样的地方哎，两个妈鸡！你把我挖完了？我挖了，刚他们在两只一起吼的时候，就挖了。两个人在相逃。你又想乱骗这边啦？我的岛从岛这边哎。我、哦、看到是在这边呢，哦，北七哦，又看到驯龙了啦。
你在那边骗哦！我没有看，我没有在用导虫的哦。对啊，就跟你说我是迷路达人哦，就看导虫的。我不动了。来个旁边一点啊，大佬，再多些多。那个 CD 是不是很快啊？你说他自己一直狂敲狂敲那个吗？对啊。没有欸，刚刚很多是他自己敲的。哦，我以为都是你按的。你看现在我按的，他已经敲不出、扒不出东西来了。哦，猫的还会扒不出东西。你看他在狂扒，扒不出来。可怜。可怜啊。我知道没有东西可以扒了。这是一毛不拔哎，真的，一毛不拔。铁公鸡就在说你。睡啦，睡啦，睡啦。你另外一边剪了吗？剪完啦。好，那我就上了。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怎么转头了？哎、欸，有点重哎、欸。嗯。水哟、哦。哇，他这次好多东西哟、哦。对啊。啊，通通都是灵脉玉，气死！没有没有，一堆黑狼，一堆黑狼毛，银狼毛，银狼，喷他！哎呦，那急！又可以撞了，哇！不能撞了，可恶！哇，两只都跑了，又一起走，是有问题呀、啊？水妖是来叫他回家吃饭的，是不是？
的父亲。那他要上去戳了，一个东西都没有了，可怜呐！好努力在戳，我的天哪！你好卖力哦！怎么了？我明明踢到二，可是他没有飞出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好，当黄眼。哎，厉害，可以抓了你！我怕复活啊！又是飞了！哇！哇什么？我放在这边，你刚好闪。估计踩到陷阱会是红龙。放个这个猫的嘲讽珠，猫的掉落口哨。哦，赶快飞走！可怜呐、啊！可怜呐、啊！暂时够了，感觉不去快没嘞。换啊！我想进去挖个古董，看你要干嘛。我要干嘛？巨魔的古董缺三个、啊，吃药吧。啊，延迟延迟，我缺三个巨大古董啊！哪一个的啊？巨魔，不是，我也知道巨魔。龙岩的古种缺三个啊，最要最大的，哇！什么东西？你是要结晶条？龙岩的古种？对，龙岩的古种是要结晶哦、喔。对啊，就引导的那个。嗯。所以现在是开挖是不是？我刚打完力战黑狼要开挖，因为我感觉不区快没了，我们已经打三只魔物了，哎，两只。这就花了一个步区的时间了，有点久。你在喝汤哦？没有，我在嚼饺子，不是饺子啊，那个福州丸。福州丸。
那我直接采集装进去了。嗯，对啊，直接采集装进来，帮我挖。我这边都买不到好吃的福州丸、欸、不是料很少，就是太油。我们家买的这个也是有点太油了。哦，我睡到刚刚啦，我睡到八点，然后所以我现在是吃饭。八点，我从五点睡到八点，还好吧？没有，我想说你应该起来了，然后只是没有上而已，没想到，抛弃我玩睡这么久。靠北，我走错，我不能出发到自己的。那是我们没有打，我现在我在挖。在我这，有那边好像有痕迹，这边地盘争夺的痕迹。这个一个，还差两个。啊，他们怎么都长眠了？你把他们全杀了？嗯，杀了、啊。我挖一挖吧。想说好像也有去尖角，就把他杀了。帮他们立个墓志铭啊！屠鸡龙长眠于此。2020年至2020年。好可怜。2月22到2月22。为什么今天是兔子日啊？不，猫咪日啊 ！Nico Nico Nico Nico， 明明比较多二啊，二应该是兔啊。不知道，我都其实乱猜。为什么古装都不见了？嗯，世界灭尽了。嗯，完了完。啊！猎人正马上发兵，哎、欸，你加入我们了吗？采集装，哎、欸，快啦，你要不要加入战队啦？不屈战队。你就选一个颜色啦，我们现在是有什么颜色？红色、紫色。红色、紫色、橘色、黑色。快，你选择这样。有啊，你现在黄色就可以啦。我现在是黄色。好、啊，那你就以后就这个啦。嗯，然后你要配一把。下不屈的外观，然后你要配、那個、冷冻鱼大剑。冷冻鱼大剑。你有没有？我们的 Mark。你一定没有看过四个人同时死掉被带回家的画面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之前有去那个、啊，要同样的衣服哦、喔，同样衣装、啊，同样衣装，那超好笑的。不愧是刺客、欸，哎，对，刺客衣装，然后再配速度强化。自我强化，可是要慢慢走才可以，好好的让它刷新。就慢慢走才能刷新。那我说每次都跑太快，然后绕了两圈才出现，那不如慢慢走好了，让时间慢慢跑。哦、来，你的意思。
走比较慢，时间也不会比较慢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至少走走走，哎，刚才挖过的地方已经出声了，心情的问题。给猫 J， 一哭输狗一。我刚刚有没有想唱这个？有时候在开台就算了，你就唱了。没事。哎、欸，有个大古董在那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挖出来后你才进来的也算了，留着。还是你之前就有了，然后没有去挖。哦，啊，可是，啊，我在下线之前就已经在这边了。下线前我还没挖出来呢，不对啊。嗯，那我就是留很久了。我一个古董都看不到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可能挖还剩这么慢呢。哇！就没有装活化的那个技能，也没有活化的感觉。因为二在日文发音叫逆，逆逆听起来像猫叫声。逆逆不是哈特利吗？逆逆逆，哈特利。谁家的猫是咪咪叫啊？好可爱哦、喔！对啊，谁家的猫是咪咪叫？烟卷，烟卷的猫不是吗？有养猫？狮子丸，烟卷的猫，狮子丸是狗？是什么猫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那里面记得人物不多啊？看对啊，尹千代啊，对尹千代啊，哦尹千代，我没有这个时代的童年。不好意思，我怎么会没有啊？我家没有第四台，我家没有第四台，所以看不到。那一定是烟卷搞的鬼。那你有看过忍者乱太郎吗？也没有。蜡笔小新呢？倒是有。不是，小新那个太广泛了。哪有忍者乱太郎很广泛好不好？蜡笔小新至少还可以看电影版。忍者乱太郎有电影版啊，很冷门、啊。是啊，对，很冷门。很冷门。看一下、喔。哦，找不到。那名侦探柯南呢、欸？有啊，华视有播，但是我不喜欢而已。可是我记得那之前哈特利我是在华视看的、欸，之后才跑去八大。哪里？那很久以前呢、欸，我们两年纪有点相差太多了。靠腰哦，你是有多年轻啊？那珍珠美人鱼是你什么时候的啊？啊哈，干嘛？哎，珍珠美人鱼我也没有全部看呢、欸，但是。也是小时候看的。第一次在悠悠频道播出的时候是你几岁的时候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欸，我还知道好吗？你这个问我，我都不知道了。是我高一的时候、欸，高二，高二，那真的是差的蛮多的、欸。哦，你真的好老哦。没事、啊，你有这么老吗？我有啊。那估计有五十岁嘞。对啊，怎么了吗？黄安都比我小，你知道吗？哇！新鸳鸯蝴蝶梦是我儿时的，不是儿时啊，对不起。儿时也太久了吧？不会很久啊，儿时哎、欸。所以你看的《珍珠美人鱼》都在唱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对啊。我跑了。你有没有听过？四圈的，一个古董都没有。不是七彩的微风吗？我小时候是唱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你好歹也唱歌词，不要唱歌词。看我的影都没了，等一下。不行啊！我刚刚就是在想《昨日香那东流水》要怎么唱啊？昨日啊，来来来来来。你厉害，你来。
现在是比老对决吗？干嘛这边？可是我退老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你更好笑的是那时候唱那个小杰的逆袭的歌，你也会唱啊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那是因为我听小，我看小杰的逆袭，所以才唱的。大堆老歌都是随便听说的、喔啊，我等下去没有我等下去 po 文 po 文说。那时候很多有名的老歌，蛮多那个戏的。啊，直接去 Google 啊，气死！为什么二月二日是猫咪日？哎、欸，对啊 ，Google 也是，因为222发起来像逆逆逆，跟猫很像，不过中文的喵喵喵。尖叫回头，骨头在我这儿。啊。好啊，那先出去不去吧。应该是喵喵喵吧？对啊。哎，因为各国、啊那个啊、各国的撞声词都不一样啊。你确定要离开吗？我古董可以挖到了、欸。古董已经挖出来了，在上面啊！好、哦、白痴哦，抱歉，我刚才 Google， 干我刚才 Google 哈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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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我，这样找什么？我找到我说的那个很奇怪的动物。你一幕分享我看啊。Special 血。啊！干嘛？没事。哦，墨鱼的眼球跑出来了，我把它吃掉。哦。哦，墨鱼。哦，这是情面族的洞啊。啊，我摸。可是我进不去啊。啊，你跟他不够好啊。你怎么可以进上人家秘密基地？啊，我还要去找他哦。你就跟他博取好感情就可以了、啊。要怎么跟他博取好感？去找他 ，Google 会不会？哦，贿赂他。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？他又不需要你，是你需要他。吧。祝少平安安。奇怪，你是用嘴巴吃东西，还是用键盘吃东西啊？都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左边。啊，那是因为那个吧？嗯。咬的时候，后面会连接耳麦。我后面？为什么？你是戴耳麦吗？我戴耳麦。然后你的。那咬的时候，咬的时候就会那个叫什么？耳朵下面那个骨头，嗯，就会震中到耳麦，耳麦就整个耳麦就会动，动死动死动死，听不，耳麦动死动。记得要配好冷冻鱼大件哦。哎呀，哦好，等我一下，不然你这样子我们会重新不去哦。大件，因为杰超想当队长，所以他带了黑鹰充能服，所以他准备被我们剔除在名次龙的名单里。拿什么？等下进来。哈，怎么了呢？怎么了吗？那杰超你有没有打？要说打什么名次龙吗？离开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打名次龙。笑、哦，我在弄东西。好，你慢慢弄。哎、欸，我看你关麦还可以讲话，那么厉害。刚刚打开了。哦，是哦。刚刚有开。你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嗯呀。怎么了吗？
大林麦玉怎么剩四个？我到底干了什么？怎么那么少啊？哇，我怎么那么少、啊？做一大堆装备做走了、哦。我做的蛮多的啦，我现在已经全完了。全完化做的差不多了。强化也很吃啊，很痛苦哎、欸。我连超全熟肉大锤都给他强化上去了，你说的。我也有强化啊。好、哦。大林麦玉还有54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们要打我？我哎、欸，我朋友不见了。好。问号。哦，原来是想去找他玩了，会不会要抛弃我们了？嗯、还好他有偷看一下，不然他等一下就回来了。所以草莓到底是水果还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水果啊？可是通常水果的籽都在果肉里面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人家比较特殊啊，就你最特别，就你最特别，然后籽在外面的，籽在外面。对啊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听得懂。哎，那你举例除了草莓以外，籽在外面的水果。火龙果。火龙果的籽是在里面好吗？哦，是这样吗？它只是长得，它只是剥开来的时候长得跟草莓是有点像的，颜色不太一样。对不对？就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是的、欸。哎，飞利站呢、欸？哎，不对，那应该是普通的。干不行，我讲这个，你会打我。你讲啊。不是，我突然想到，它不是水果。讲啊。玉米。之前看老高影片是说，玉米是个很奇妙的那个蔬菜啊。因为玉米是用外面那个我们在吃的晒干去种，然后叔叔就在种那个啊。对啊。哎呦喂啊！玉米，我开了。嗯，咬到很人类啊！你不是要玩大锤，怎么还在拿双刀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什么不知道？你怎么看的？哎、欸，有人的武器不一样。谁？一个瞬间冷冻鱼剑，一个冷冻鱼剑。好、哦。没办法，我不够那个票坐上去了。我不是说你啊。没有，我也是啊，但是。哦。好吧。是冷冻鱼剑。完了。要解散了。哇，原谅他们啦、啊，至少他们还是一条鱼。没有啊，也是冷冻鱼啊。啊，我们是瞬间的、啊。瞬间比较没感觉。我们是急速冷冻的、啊，他们。对啊。慢慢冷冻的比较痛苦，瞬间冷冻的比较。我们这是比较保鲜，急速冷冻保鲜。然后有瞬间领域跟急速领域。快点，我们的魔幻舞台嘞！魔幻舞台，那个怎么弄的、啊？魔幻舞台的大哥要来了，对不对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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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过你的哦，大哥。它是魔女丽卡，你说这个怎么用的吗？啊，想学吗？超虫棍，这跟超虫棍一样啊。你键盘哦后空白，然后马上点左键。啊，江江人呢、欸？啊，你不是要那个谁节操？HT 节操还没好啊，快点啊！你为什么不想跟我打？你说你每天都这样。你左键要按住，左键要按住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今天还帮你打了呀。
打那么多，你现在就要跑了。你看，我跟你约好三天之后打三天刀。我跟你约好三天之后打三天刀，你居然第一天就打完了。你这白痴在那边跳，哭啊！我被打下来。可以了，快点，魔幻舞台。一般的鱼跟冷冻鱼有差吗？好像也没有，伤害而已啊，外观没有差。我是说外观啊，外观没差。哦，没有啊。你被踹过是不是？来了啦，小桃子来了，打他！小桃子来了，打他！小桃子，真的是小桃子。对啊，那我要站着，我要站这边，我要站这边。啊，在后面，在后面啊！等下为什么防御有31啊？你不要防，你不要防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防御31？等一下，两个都是大爆桶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没关系。因为我想，我那个啦，我的道具，我道具变成有那个小魔女陨落。蛮好看的、啊，这个应该是做蛋糕的时候那个流程。哎、欸，我们分票分到两票了，去哪边？这边这个比较。我没想说刚好死前对的是这边，就走这边了。太随性了吧？差不多这边吧。哪个？这个吗？等等，还有一个，好来了，准准准，完美。哦，死到头会算距离，拜托。风间安安，感谢风间的50颗星星。